用音乐探寻初心，倾听浏阳。Thank you.
谢，谢谢刘洋，也谢谢我们岛城的艺术家们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刘洋往这儿一站，我发现撞衫了。我们选的都是红，是吧？啊，我们也祝福岛城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大展宏图，希望青岛电视台收视长虹。这件衣服其实非常有来历啊，因为我的演出服都是黑色的，所以我妈妈在前天一天之内去买了布料给我赶制出这件衣服。哦，这是老人亲自为您缝制的。在这特别谢谢我的妈妈，就是因为有这样好的母亲，才培养出了这么出色的音乐家。那这次啊，回到我们家乡春晚的舞台，是不是也应该给家乡父老拜个年，送上一份你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哦，当然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吉大利，身体健康啊，心情愉快。然后希望大家多关注古典音乐，因为古典音乐真的是可以有让我们沉淀心灵的一种作用。好，谢谢刘洋啊，好不容易回来一回，咱们大家想不想再听刘洋来一曲？啊，那我想，此时此刻，用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《向爱致意》最合适不过了，因为这是我的家乡啊，有父老乡亲，有各种各样的爱，有亲朋好友的爱，所以我们就向爱来致意。谢谢，谢谢刘洋这份爱的礼物，希望您能常回家看看，谢谢。